不是。我以为你想去。你也想去啊？啊，贝贝，怎么了呀，贝贝？哎呦！啊，带我包来了，来。哎，我看你们捏的糊了，宝贝。你这干啥去？这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今天又上济宁了，每个月得去住好几天。走吧。谢谢小姐。他帽子，小妹妹的帽子在那里停着呢。他得给妹妹拿个帽子。就是腿身上。我在他们那个腿身上。你看，我女儿。醒了。醒了，宝贝，你醒了。哎呦，睡醒了，我们又要上济宁了。你说，大家好，我叫心怡，不高兴，太热了。这个车是挺漂亮的，看见吧？刹停了是吧？真是没什么人，上车就睡觉，抓住妈手啊，不用害怕。他睡想睡觉还笑呢。大包小包的，每次搬家，管了，把我们的搬完还免了。你看，进东西，我们帮帮的忙哎，哥哥好辛苦哦。还有一个睡呗，完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回家了。你看，满满的东西。哎呦，别拿呀！你看，我家一家人都搬家，那四个人搬，是不是搬家？笑一个嘛！笑一个！笑一个！笑一个！热了就不说话。呀呀呀！笑了笑了，过来。我们到了。哟，那个啥，大门的不是？小的不行，要个宝宝。